那么我们接下来邀请国家艺术联盟艺术特使王美美总召致感谢词，掌声邀请王美美总召。学术界我们的敬爱的教授，以及我们敬爱的所有我们各个书画协会的理事长，以及我们各个的艺术家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刚刚前面有几位我们的教授以及我们的召集总监哈、总召他们所讲的很感动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吴执行长他这么的努力，这么的奉献，不只出钱出力，而且亲身力为。尤其我刚刚听到我们陈炳宏教授他所说的，他也协助号召我们其他的他国的教授，以及我们的张敏雄张教授，他也把我们的文化推展到东欧三国，这是一个很喜悦的开始。尤其刚刚我们也听到蔡俊章蔡署长他所说的，他也愿意奉献，把我们国家艺术联盟的招牌更把它擦得更亮。尤其谢谢谢谢，尤其这几天我自己也有过了，我看到吴执行长实在很感动，他任何一个座位他都很担心，担心看不到舞台的焦点，所以他自己也非常用心带领他的团队在现场，每天都服务到很晚，所以我们也了解这个团队有很多像大地这一次他也出动很多义工，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？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所感动的，就是我们的萨克斯风李环婷婷非常的棒。那更甚的还有我们的日本舞勇真是精彩万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，我们曲目所看到的更看到我们很多熟悉的面孔，就是基隆还有我们王海峰院长，还有那个中南部什么林炳生院长，很多单位他们都坐游览车都赶过来参加这个盛会，高屏地区梅芳那这些要讲的实在是很多很多都感受在心，因为我们这次那个吴执行长的努力，那以及他的奉献，你看看他两个眼圈都已经变黑了，所以我们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？他真的不遗余力在奉献，而且尽力的每一年每一年都要把它办得更好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感动在心，希望我们来年那我们各个单位彝族也是奉献嘛哈，那大家都群策群力共襄盛举，我们来把国家艺术联盟继续的发扬光大，让他们再走向世界那发扬光大。请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谢谢王美美总召，王美美总召请回座。